身心灵是心理学、辅导学、社会工作越来越常用的概念。身是指身体，心是指心理和情绪，而灵是指我们的灵性。换言之，身心灵分别是指自己和自己、自己和他人、自己和世界的关系。身心 body mind 这个理念首先是由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William Poet 在70年代所倡议。他指出身和心并不是二元对立，而是持续整全的互动。越来越多学者和医生相信以下三大点。第一，病由心生。身体病痛的根源往往是情绪关系和心理失衡。二，因病得福。唯独正是疾病背后的心灵根源，生命才真正疗愈。三，身心合一。唯独清晰生命的价值和使命，身心灵才真正合一。近年，香港人非常关心身心的健康。不同类型的身心灵工作坊越来越多，因此我们在2014年成立身心灵平台，目标是汇聚不同门派的身心灵导师，大家互相协作，发挥大爱的精神和团队的力量，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专业质素，携手推动香港身心灵全民觉醒运动，令到社会上每个人都可以受惠，利己、利他、利益众生。